虽然还是很稚嫩生涩，但是能看得出你们这次都有用心了。顾青言，阐述一下你这个设计吧。曾经有一位设计师，他跟我说过，一个设计师只有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灌注到作品当中，才可以做出与众不同的珠宝。我之所以学习珠宝设计，就是因为东城珠宝的影响。而如果没有唐婉容老师的话，东城珠宝也就不可能在一众的珠宝品牌中脱颖而出。所以这个设计，我大胆地运用了唐老师设计的一些典型元素。嗯，你立刻把这份设计重新手绘，然后一起去跟我见林总开会。林总，这是我们巴洛克主题的新款设计，请您过目。您当时亲眼看到我妈妈那个助手拿着我妈的手按下去的是吗？我妈是被迫的是吗？这谁又知道呢？总之那个手印一按下去就算数的吧。这是谁设计的？就是他，顾星言。这款设计融合了东城的设计风格，又突出了巴洛克主题特点。选取巴洛克珍珠，珠宝本身奇特的外形散发着独特的精致感，是我们东城珠宝的最佳诠释，相信一定可以将东城推上新的潮流尖端。今天的新闻你们都知道了吧？你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以旺推出这款设计合适吗？这上面全是唐老师的影子，如果我说这是唐老师设计的，不会有人反对吧？顾星言的这款设计就是想突出唐老师的设计灵魂。我是在问你，你是设计部总监。如果那些新闻真的是子虚乌有的，您又在担心什么呢？如果说您心里真的是很坦荡的，我认为这个时候推出纪念唐婉容设计的作品，恰恰是最好的时光。星言，你继续说下去。越是这个时候就越应该要大胆，甚至说利用这一次的新闻为 Yvonne 品牌造势，趁势推出纪念唐婉容设计的作品作为新一季的产品，还省了一大笔的宣传费，不是吗？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林总，这个孩子艺术家个性。沈博，哎，马上通知孟总监，让他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。明白。林毅是东城的总经理，大股东，你有没有长幼尊卑？有长幼，但是没有尊卑。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，总经理是人，我也是人。你的海贵病还真不轻，这是在东城。我相信，如果他明白我说的是什么，如果他真的是为了东城好的话，他会采纳的。你是不是很崇拜唐老师？那当然，我认为唐婉容老师是中国珠宝设计的骄傲。我就是因为他才入这行的。
我欣赏他对于设计的热情，对于美的热爱，还有纯粹。他就是我的目标。你还真的有点像他。哪像？眼神。但是像归像，你毕竟不是他，而且这世上能有几个唐宛如？你初入职场，我得提醒你，这里不是校园，单凭才华和热情是没法在这里长久的生存下去。如果东城好比一个森林，这里有的是老虎，有狮子，而你是什么？你充其量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。谢谢曾总监，我知道了。各位媒体朋友们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下面记者招待正式开始，让我们有请东城集团总经理林毅先生发言。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财务部遇到谁了？谁啊？哎呀，就是那个不吹不黑哦，颜值杠杠的。厉害了，强！我说你能不能长点心啊？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这记者会都快被记者挤爆了。大家好，针对近期某报刊以及网络上对我个人名誉的诋毁，我只做以下一点澄清。他说什么呢？我手中持有的原属唐宛如女士名下的20%的股权，完全合法，有法律文件为证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无端猜测，如果再有类似不实报道出现，我将诉诸法律，以维护我个人以及唐宛如女士的名誉和权益。你看看我们林总经理的演技真不错，多么逼真，多么走心，多么进入角色，这是影帝的演技，必须提名影帝。林总经理，到底您与唐宛如女士是不是传闻中多年的地下情人关系呢？唐宛如去世前是否是自愿将股份转移到您的名下？对于那些暧昧的照片，您不想说两句吗？真是直戳要害，真真心。大家都是非常专业的记者，能不能提一些有含金量的问题？以上这些无聊的问题我不想回答。我手上的这份资料是自从您的新闻发生以来，东城集团销售业绩下跌报告。据这份报告中显示，东城集团各珠宝专柜的销售量下跌了40%。您怎么看？作为公司的总经理，您因个人失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又有多少？您会因为这些摆在面前的事实而领袖辞职吗？这个记者也太感慨了。嘘，别说话。大家都非常清楚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，国内的同行企业也不免要遭受经营环境恶化的境况，很多同行企业被迫倒闭，有的被兼并重组，而我们东城呢，依然坚挺，并且成功的过渡到了回暖期。在这个整个过程中，我林毅在什么地方，和东城的万千员工以及我们的渠道商、广告商肩并肩地奋斗在一起。现在正是我们调整产能、重新出发的时候。请问各位，谁有这个资格让我缺席？截止到我来这个发布会之前，我没有收到董事会弹劾的通知，而且我个人也没有打算辞职。至于那些所谓的亲昵照，其实那都是些工作照。照片的那个晚上，就是唐宛如女士病危的当晚。她临终前
将他最后一份手稿交给我，希望我能把他公诸于世。这也是唐老师对东辰尽的最后一份心意。这份手稿就是东辰的创始人唐婉蓉女士的遗作，她于病中坚持手绘了这幅作品。请问林总，唐婉蓉女士的遗作会成为遗忘品牌下一季的主打吗？不止这些，这幅作品将按照老师的遗愿，甄选品质最上乘的粉钻，制作成遗忘品牌下一季特别纪念版，全球限量发行。我对此充满了期待，谢谢大家。林总，太高了这招。他倒是高了，那我们之前交的那些设计稿怎么办？都打水漂了。再努力嘛，加油！别拍我，反正升职加薪又打水漂，要遥遥无期了。你不是鸡血清吗？你滚！阿喜，你觉不觉得这个设计图特别眼熟啊？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啊，没想到林毅还留着这招。他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坐就是这么多年，是有道理的。董事长，是唐婉蓉的设计一向是在业内受到追捧的，再加上林毅打了这个感情牌，这款产品要真的火了怎么办？遗忘品牌会变得更有影响力，亚盛会对东辰更有兴趣，价钱会更高。那如果像张汉营那几个老顽固到时候不肯卖东辰了，又怎么办？你还没看明白，你应该跟他多学习学习。我跟他学什么？善用危局，